百万 YouTuber 艾莉莎莎拥有直率活泼的个性，凭借多元化的影片内容吸引大批网友关注。平时工作忙碌的她，不时透过社群和粉丝们分享生活。然而日前，她突然在 IG 限动 po 文，表示自己因为被告而前往警局做笔录。虽然她对于被告的事情没有透露更多细节，但她强调是一场闹剧。不过艾莉莎莎接着表示，做完笔录后，竟然被警局抓去拍摄宣导反诈骗的影片，让她哭笑不得的表示，真的好荒谬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艾莉莎莎扎起丸子头，身穿白色上衣、黑色长裤以及渐浅绿色背心，打扮十分简单朴素，似乎真的没有预料到会被找去拍摄影片。